你想要外部还是大部吧？我想要大部。大部。Yes。OK。爸爸，这拿出来 so satisfying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 organic paper？ So good, so thin。爸爸，哎，别人会觉得我们拿 organic paper 很久啊。没关系。他们只会 skip， 然后去一个别的 YouTuber 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只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开始了吗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是这样子，在这边对的。嗯。我要到白天。爸爸要不要写 A B？ 但是爸爸先不要折。像这样子折一点点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折这边到后面去，然后看一下，要折的刚刚好了。嗯，那这个有点难啊。没关系，但是别的地方很简单的，只是这有点难的地方。这里真的要折的一模一样的 ？No， 爸爸，只要我做一个，只要做一点点，撇这上面撇一下。然后到右弯一边去也是一模一样，那去啪一下。爸爸，他们听不见对不对？是，可以听得见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OK， 那你做完了这个，打开，然后到白色边。然后现在哪个地方没有？好了呗。哇，我没有叫你做什么，折到你最后一个，对吧？你没有找到像 organic paper 会很定很好折啊。你有没有做到那个？爸爸，Origami paper 跟 printer paper 很不一样吗？好，爸爸，像这样子，但是不要折，直接挨到一个中间的地方。然后这里也到这里上面一点。然后把这里拿走。然后爸爸，你要写一个东西在这里啊。你去拿笔吧，快点。不行了。写一个地方在哪？点一下了。来点一下。然后这里拿起来，把里面打开。但是你还是拿着像那样子。爸爸，全部这些东西都是全一模一样的 YouTuber 看得到了。看到的。这个跟那一模一样的 YouTuber， 这个不是一模一样的 YouTuber。然后那样子做完的时候，到这里面去，这里折下来，这样，然后这里里面折下来。然后打开。接着再折过去，像这样子。在那个点点上面，那不要折，然后拿起来，然后把旁边这里拿去折一下，折过去。好。然后到这里面去。
然后折这里面。拿新的捏住我们打开，拿到右边去这些，然后这样子折到上面去，这样子做一个点点在这里，点点在中间一点，在这折纸这里吗？对。慢慢打开，然后再到这边去，然后随便你直接选这里，然后做一个 triangle 在这里下。穿着点点，然后下去。点点这里啊？哪里有点点？你刚做的点点。你没有画点点吗？没有啊，在这里啊。你画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再画一遍，在这里，然后这到外面去，然后这里也到外面去，那就这一下这样子。你要我给你做点点吗？actually no， 对不起啊，对一下，这样子，外面不是，不是，不要做外面啊。要移一下啦。移不是最大的外面的。要靠近一点。起爸爸，但是折纸就是折嘛。你做完了，那就这边，然后拿一边随便你拿一个你的 triangle 的地方，在你刚折的地方，然后也把这里拖一起。爸爸，他看得见你的吗？然后那里做好一下，然后把里面这一面拿去皮啊，你说一下，爸爸，别人会到别的 YouTuber 上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只是把我们做的事情记录下来，知道没有？OK。我们不要说要给别人看啊。然后也到这边去。别人想看就看，不看他就不给看，没关系。然后到这边去。爸爸，我以前自己想出来一折的东西，我都忘记了，浪费掉了。没错啊，你就是要想出来的东西要拿来记录下来，等以后长大你还可以拿出来再看一下。对。帮你做完了吗？要打开。到旁边去，到旁边去，像这样子的地方，然后 这两边你折的地方放到中间去，像这样子，先一个一个放进去，先不要放了，然后把这边折到中间去，再让这个地方去折进去到这里面去。然后再把这边去折进去，这地方给你弄很小的，就把你的哑巴尼嘎，你折哑巴尼嘎，我折没把尼嘎。
然后也把这边折到外面去，这边折到这里去。爸爸，我这里折歪了。没关系，你小朋友了。小朋友没关系。然后这里我看一下。没有啊。OK， 不要把你的打开，我要拿去修理一下，我都没带了。